日超上半年的合并营收98.8亿元，税后净利是5.21亿元 ，EPS 2.11。展望后市，法人认为日超第三季的单季营收季增大概会接近10%左右，毛利率也会比第二季更好，而且看好日超第四季的营运，渴望呈现的是淡季不淡的结果。